Very true. 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晚上好，我好像还没吃晚饭，突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。点外卖有道理，一会儿点。今天买了很多绝味鸭脖吃。谢谢 Fura 的11个应援棒。我明天不用工作，很开心。明天可以休息一天。明天睡个懒觉。谢谢玫瑰花。对，今天也喷很多发胶，这里硬邦邦的都是发胶，戴上我的眼镜。谢谢奶茶，这是我最新款的眼镜。谢谢巧克力。今天我被蚊子咬了，哎，我这里好像还贴着那个，驱蚊贴，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想的，贴在这儿，干嘛？发什么问号？有什么好疑问？这是驱蚊贴。贴在脑门上，这是那个五折的应援礼物。蚊子都走开，今天被咬惨了。没想好吃什么，我不知道吃什么。疼，智齿疼，发炎了，脸疼，嘴也疼，牙也疼。我发誓，我这次回去一定要先把智齿拔了，再也不拖了，不能再拖了，再拖，人真的不太行了。
知道什么祖生智齿，这个智齿那个智齿，我都不知道。谢谢奶茶。我只知道它是一颗牙。我今天谢谢阿扎扎的50个应援棒，谢谢。我今天人中午起来，然后出去吃了个饭，本来想回来洗头，然后去做造型的，然后改了时间，就时间突然，时间改了就提前了，然后我又没洗头发，我回来没办法了，我就只洗了一半儿头发。我只洗了一半儿的头发，把前面一半洗了，后面一半没洗，花了5分钟，用15分钟洗了一半头发。天天都洗头，感觉我头发都要掉光光嘞。困，谁困？我困，我是一点点困，一丢丢困。是不是快要那个，快要发我们的 MV 了？26号还有2天。还有2天，好期待哦！也不先发个预告出来，好想看啊、哦！MV 有我吗？MV 没有我，我说啥？没有我，我说啥？发了个杂志封面。嗨，你们懂啥是艺术啊？哦，你们没有，没有前卫的时尚眼光。你们不懂艺术，知道吗？你们不懂艺术。所以我们不能随意评判，随意评判会显着我们很没有艺术细胞。我们很超前呀，我们的这个封面拍的时尚是超前，很前卫。对啊，再过5年10年看，说不定哇，绝了！这封面就是个艺术品。你不能以现在自己如今现在的审美来判断这个封面的。谢谢肥嘟嘟的99个应援棒，谢谢。谢谢啊，渣渣的50个应援棒，谢谢。哒，我的头发。
你们看，都是立起来。我想把我这发缝重新分一下，感觉很乱。算了，没救了，就这样吧。谢谢，什么都不知道的一叠，谢谢。这这，我不点外卖，我没想好要吃什么。今天我在打哈欠的时候，西西突然捂住了我的嘴，他说你的牙龈都露出来了。没有形象，形象尽失。你们不觉得打哈欠很舒服吗？你跟着我打了个哈欠，因为打哈欠会传染。贴在鼻子上，怎么样？还是贴在这儿吧，这是我的一朵小红花。我的电话卡到了，但是我没有卡针，怎么办？我没有卡针，就没办法把那个卡槽打出来。牙签我也没有，耳钉我也没有，你们说的这些我都没有。你别说牙签了，我小时候，当时是什么呀？iPhone 4还是什么来着？我就是用牙签当卡针，然后牙签断在里面。我觉得这酒店前台应该没有。他们这个客房的应该下班了，这个点儿了，11点半了都。弄得出来吗？我也忘了弄没弄出来，反正最后那手机也掉厕所里了。对，这手机掉进厕所，
你们数过自己有几根睫毛吗？我突然很好奇。睫毛有什么数不清？睫毛有什么数不清的？睫毛还数不清？我要数数自己有几根睫毛，友友们，你们先自己玩会。确实有点难数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不行，我涂了睫毛膏。我涂了睫毛膏，有的已经粘在一起了。粘在一起就有点难数。谢谢巧克力。拔下来数，我把你睫毛拔下来，帮你数数怎么样？我把你头发剃秃了，数数你有多少个头发怎么样？这种话都说得出来，因为我是傻子，哦？拔下来数，不过上回我贴了假睫毛，然后其实已经被我摘下来了，但是我就看这边有一撮特别像假睫毛，我就使劲扯，使劲扯，使劲扯，扯半天也扯不下来，我还用那个。剪那个卸妆水啊之类的东西，卸也卸不掉，然后我就用小剪刀把它剪了一下，然后我发现我睫毛秃了一块，原来是我的真睫毛，长得太长了，太像假睫毛了，然后我就把我睫毛剪秃了。年，谢谢外婆的大皇冠，这个皇冠的颜色很漂亮，我很喜欢，所以情不自禁唱了首歌。哼哼，这叫皇冠之歌。皇冠之歌好听吧？我都说了。好，谢谢恰拉五五的皇冠。皇冠，皇冠，恰拉五五送了一个皇冠。这个皇冠送给谁？送给美丽的露天花。这是恰拉五五的皇冠之歌，谢谢 Fura 的11个巧克力，我还是有点本事的，是吧？
怎么样？都是歌剧风，我还会 rap，我会的风格可多了。我跟叉叉学的即兴填词，他是谁呀？他是啥？我这都是自学成才，我这都不是学的，是我天生的，留在血液里的，是我的天赋。就是，这是我与生俱来就会的天赋。羡慕吧。我就看我这撮头发特别不顺眼，我总不能把它剃了吧？藏起来，怎么样？好讨厌哦，这条头发，因为白天的时候它是这样的。现在我把它放下来。Yes，这是我的刘海，但是它现在没办法回到正常的刘海的形状，所以只能把它扒拉到一边去。就这样吧。这是几，友友们？这是几？那这是几？那这是几？好无聊哦。就是无聊。哦，气球小熊，谢谢鸡块他弟弟送给我的一个气球小熊哦。现在怎么还有气球小熊啊？我已经1年都没见过气球小熊嘞，没人洗澡，晚上好，真的，谢谢你的第二个气球小熊，不是，但是我真的，真的没，不是，真的很久没见过气球小熊，是吧，友友们？因为气球小熊要尊贵的新沃卡用户才能送，要尊贵的新沃卡用户才能送啊！新沃卡，新沃卡是个电话卡，对吧？新沃卡并不珍贵，
你们怎么不办信用卡呀？你们咋不办个信用卡呀？现在买不到了，那现在买不到，这还绝版了，那就没办法了。那气球小熊不也绝版？所以我才很久没有见到过气球小熊。啊，信用卡可以提前切票呀，那你们现在的信用卡还可以提前切票吗？还有神奇魔方，神奇魔方现在也只有信用卡有神奇魔方吗？哦，现在只有周中才可以提前切票。周中提前切票也可以。那我有信用卡的话，我就当黄牛，我就提前切票，然后切一次票，多收10块钱。谢谢 YMO 的66个音源棒，谢谢。啊，票是10名的，那就没办法。我老在做生意，因为我觉得我很有生意头脑。我觉得我很有生意头脑，所以天天在这里做口头生意。我不知道票是10名的，我以为只有特殊的场次才10名。天会成长怎么样了？天会成长不怎么样。天会成长还行吧，天会成长。西西不播了。太累了。西西。太丑了，照一下镜子算了。西西的眼睛这样。没有，西西今天9点去的，一整天哦。太累了。本来粉丝很开心，啊，直播了，结果说啊，不播了。没办法，你的状态要是不好的话，还不如不播呢。对呀，就是不能给大对。家。我也是，我要是真的是太困了的话，我的大脑就停转了，停止转动，就不知道说啥了。我 让你直播睡觉那可贵了。呢 怕你们看不起哦。直播睡觉，我昨天拍了，我没有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我昨天虽然是在那儿待了一天，但是我有半天都在睡觉，所以昨天回来我很精神，因为人一直在那儿睡觉。谢谢你的奶茶。谢谢玫瑰花。拍拍脑壳。
拍拍脑壳，让他听话一点。打嗝，发胶，发胶。你们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但是你们别跟别人说，知道吗？你们别跟别人说，就我们偷偷的探讨一下这个问题。趁着现在还没多少人，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让太多的人知道。而且今天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也别告诉别人，知道吗？要是告诉别人了的话，就不太好，这个事情。好吗？然后我后面还要把今天的直播删掉，所以你们也别在外面传播这个视频，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什么要交一根应援棒？我看起来像是在骗你们应援棒的样子吗？谢谢应援棒，谢谢应援棒，谢谢奶茶。哎呀，说正经的呢，谢谢应援棒。哎呀，别刷应援棒，别刷应援棒，谢谢大家的应援棒，别刷了，别刷了，说正经的，知道吗？这个事情一定要保密，我相信你们才跟你们说的。谢谢奶茶，你们是地球人吗？哎，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嘛，真是的。哎，是我心里的人，哇，我要是长成这样，该有多漂亮！我把你的汽水喝掉。喝呀！我想喝个再不喝就坏掉了，昨天就开。汽水还能坏？就是汽水就没有气变成糖水了。你喝，我要喝个 AD 钙的。哎，谢谢，这个冷吃兔你要不要吃？我现在还不能吃，我打了疫苗，不能吃辣的。
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分手吗？为因为什之么？前我吃了之后，长了满额头的包，好啊！恐怖。扎这个没扎准，扎我手上了，都出血了，你们看，看不到，看到没有？我再挤一点给你们看，皮都破了，很多血的。你们笑什么？我跟你们说，我最近水逆，啊，好痛的哦！谢谢奶茶，好痛的哦。万丽娜 wink，我喝 AD 钙奶，你喝养乐多，我这 AD 钙奶可比养乐多好喝多了。最近大家都睡你哦，什么？不对，还是养乐多比较好喝。我觉得养乐多非常好喝。我想喝养乐多了。西西，你看，我的吸管差点没把我的手戳穿呢。我给啊，缩一下，不要流血了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肥血不流外人田，自己的血自己喝。万事如意，这上面是谁？圆圆吗？圆圆，圆圆，好可爱哟、哦。刘海掉下来。刘海有点卷，当然刘海就是卷的呢。看我的大脑门呢，在反光。剧组没啥好玩的吗？剧组没啥好玩的。剧组，
横店，剧组没啥好玩的，剧组能玩啥？西西说横店有骑马的地方，想去骑马。我可以问一下。确实有大虫子，就是有很多那种很长的。我今天看到小四的朋友圈里面发了一条很恶心的大虫子。我也看到了，对，我差点。你都不知道那条虫子曾经就从我脚边爬过去过。就是那条吧，可能。我第一天，谢谢，吃饱啦，这是我。第一天去拍的时候，那个地方就有很多那种大虫子。让你看，我没拍照，根本不想让那条虫子出现在我的手机相册里。很遇到个别的明星嘛，没遇到过特别有名的，但是遇到过那种看上去很眼熟的，就是你知道你在某个电视剧里面见过他，可是不知道他叫什么，就是演员。有一次我们拍戏的时候，隔壁就是那个 Angelababy，但是走过去看她一眼要走20分钟，我们就放弃了 就没去看。是的，西西，递我张纸巾好不好？交给你，OK，好吃吗？好吃，还吃吗？才吃一根，一根太少了，好好吃，3根吧，可以。先能拿下多少拿多少，哎，能拿下2根，把你2根手指就只能拿2根，一起吃。吃了这边智齿痛，走，我下播了，友友们，谢谢巧克力，我直播多久了？
15分钟，还没有到1个小时耶。明天再直播吧。谢谢奶茶。晚安。谢谢奶茶。晚安。谢谢奶茶，晚安。